第79届联合国大会开办，拍算临时要办会员国各界代表的总辩论。咱外交部是表示，今年上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甲全世界讲好清楚，讲连带2758号的崛起，甲台湾是完全无关系。中国嘛无权代表咱台湾来出声，呼吁联合国应该接纳台湾。民间团体和教界十四日美国纽约市中心举行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游行活动，今年吸引真济少年留学生参加，人数超过500人，声势超过以前。今年我们的半导体，我们的整个第一岛链的这个重要性，在台湾，在全世界，大家都认识台湾，所以我们要趁这个机会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今年除了彩绘卡车、宣导诉求、时代广场摇三面看板、报上影片，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台湾参加联合国。第79届联合国大会当头戏，会员国各界代表总辩论，要伫个正式举行，主题是无遗漏任何人。外交部今年第一任务就是要让国际社会知影，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并不是中国所制一种原则国际法律禁忌。We are not a memb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We are not an observer. We even cannot participate in UN events. Taiwan, we have been left behind, and we hope one day we can participate as soon as possible. 澳洲和荷兰国会之前也通过听台动议，国在中国外交第2500号决议，向中国外交部表达抗议。咱的外交部强调，中国无权代表台湾。另外，国际空中的力头也加大。德国军舰13穿过台湾海峡，加拿大国防部长布莱恩阁宣示，下摆会继续派遣军舰通过大海。Internationale Gewässer sind internationale Gewässer. Es ist der kürzeste Weg. Es ist angesichts der Wetterlage der sicherste Weg. Und es sind internationale Gewässer, also fahren wir durch.加拿大军舰7月8日通过大海，本来接受共同社采访时指出，这不是挑战中国，是维护国际水域的航行自由，加强加拿大在印太地区的参与。加拿大会加做引信赖友伴。记者综合报道。